麦岛是泰国的一个小岛，麦岛隐藏在安达曼海上，常常被忽视，但实际上这个未被踏足的小岛拥有美妙的原始风光，是一处理想的度假胜地。麦岛的生活就像一碗温馨的甘露，让人们享受它带来的宁静和安逸。麦岛以其美丽的海滩、清澈的海水以及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，白色的沙滩与碧蓝的海水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景色宜人。由于开发相对较少，这里的海滩保留了原始的自然风貌。岛上有两个海滩，一个是绝佳的游泳和浮潜地点，而另一个以美丽的日落而闻名。这里没有夜生活，没有繁华的城市生活，只有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，这让麦岛成为了一片宁静的圣地。好了，记得关注，下次带你们去更好玩的地方。小玩熊旅行，定制您的私人自由行。